来，三位，我们继续往前站哈，你们还是主 key， 你们还是主 key。来，在他们在颁他们的奖杯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天，来聊聊天。哎，又是我，又是我。来，我先想要先聊一下爱优啦，好不好？每个人都聊一下。哎，经过三天的淬炼，真的有点舍不得哎，觉得跟大家一起玩真的蛮好玩的。怎么一起玩？你玩了什么？我今天一直在重复的脱衣服、穿衣服、脱衣服、穿衣服。好色、啊，讨厌，真的一直被脱。好色，好色。对呀、啊，还有我刚刚这边好燥热，好哎呀，好燥，好热情、啊，受不了。觉得这个活动会上瘾，上瘾了吗？真的真的。上瘾的部分是怎样？跟大家互动。下一届还会想要再加。下一届要继续脱衣服、穿衣服、脱衣服。是好像是这样可以、你把这边当试衣间就是了，是不是？那下一次你穿衣服跟脱衣服的时候，我们多带几套，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感觉，对，好不好？那我们也觉得就是很谢谢大家，这边这几天生意怎么样？还可以，很棒，很棒，很棒，谢谢大家，非常谢谢大家的捧场，支持我们，谢谢，谢谢。好，来 ，CC， 这三天结束了，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我觉得很感动哎、欸！不要呻吟，不要呻吟哈！你刚刚那个一开始，是怎样？花花纹？对不起，对不起。哦，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展第一天开始，我看到就是外面的板子啊，然后里面的布景啊、灯光啊什么的，尤其舞台，我就觉得很感动哎、欸！就是筹备这么久的活动，哎、欸，自己一手办起来了。以前都是去参加别人的，那这次是我们自己办起来。对，就有一种那种。沙雕的吗？慢慢把它砌成城堡的那种感觉，就是小孩生出来长大的感觉。那个有点太久了，这样子、那太久了，那可能要好几年，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么多年。我们筹备半年已经是阿弥陀佛的，真的真的真的，时间还不太够。那怎么样？下一次还办不办啊？哎，大家希望下一次再办吗？想吗？想不想？想。怎么样？这个就。可以吗？这就是答案，这就是答案啊、哦！你们就是答案，你们就是答案，你们就是答案，好不好？你们有来啊，就是我们举办下一次的动力，举办下一次的动力，也更是我们的 CU 偶像 ，CU 偶像的舞台的观众，好不好？你们非常重要。那、对啊，这三天是不是有很多人是一直蹲在这边的？其实有换的、欸，其实人员有换的、欸，人有换。对啊，对啊，其实大家还蛮热衷舞台活动的。对，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有特别规划这个舞台活动，而且舞台活动在一开始我们在收集各个摊主想不想要上来表演的时候，其实超级踊跃的、欸。所以我感受到大家其实都真的很想要有一个舞台，那也谢谢你们在台下去欣赏他们，他们也才会有就是继续努力的动力这样子。我再给你们一支麦聊天好了。好啊，好，那这样换绵延来分享一下好了，就是这三天的感想。好，这三天我先说，真的很累，对，但是真的我月经第一天。我们这一次展起一堆摊主那个来，哎，对，这会传染，你们小心一点。哎，没有，不用小心是。没有啦。好，你继续说。也是，对，但是就是一样，我也非常的感动。刚刚你们说还想再参加，我真的快哭了。就是还有关于就是每个来消费的那些朋友，然后来玩的，来都找我们一起玩的，然后有这些回馈，有线下线上，然后都会有一些回馈，就是说关心我们啊，或者是很开心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对，谢谢你们，谢谢。啊，这温暖啊，得到的不是。什么支持什么，这除此之外更多的都是温暖啊。刚讲钱的哦，给我小心一点啊，讲钱的给我小心一点啊，这种话我们放在心里面，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我们就不讲出来了。但更多的绝对是大家的温暖跟大家的热情，这就是台湾人的精神，对不对？没错、对对对，这面子是怎样，要哭了是不是？你要哭了、真的假的？哇塞，好感人耶，天哪。他还给你卫生纸哎，谢谢，好贴心，觉得贴心，谢谢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很贴心，无论是我在台上需要掌声的时候，需要尖叫的时候，都有你们在，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安心，因为我必须跟大家讲，
这三天的展期其实是我第一次在展场上面主持，就是我第一次主持，所以我心脏很大颗。哎，对，因为我没有跟你讲，我他妈是第一次。很多摊主都是处女座，哎，不好意思，我今天也是处女座了，第一次就献给我们了，来，大家先给主持人一个掌声，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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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超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因为每一天都像第一天一样超级卖力，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好了，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我们试一下去 KTV 唱 ，KTV 唱。我们不然下次办一个那个VIP 办 KTV 好了，好不好？好不好？好像不错、哦。我们就 CU 偶像的那个演唱会，专场是不是？对，直接原地给你办个专场。好 VIP、哦、是不是可以？可以。哎、啊，你们就是负责前偶像负责开场，你们负责一个人一个，反正两个一个有表演嘛，啊，一个会跳舞嘛，一个会唱歌嘛。我跟你讲。有些人可能要再当第二次哦，有些人再当第二次吗？那正好他又可以不用做事了哦，好爽啊！又可以有这个殊荣啊，好爽啊，好爽，好爽！好，那既然你说我们还有重复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来看一下我们的名单？我们是不是可以来颁奖？要来颁奖喽！颁奖好不好？哎，你们刚刚有投票，有什么？这三天的努力不会白费，名单就在我手上。来，我们准备颁奖，准备颁奖。好，来。